彰化县历史建筑合璧街长所下修复活化计划，目前是进展到工程委托的规划阶段。文化局嘛来启动合璧艺术专业，邀请合璧县学校的学生来到现场进行彩绘，预定108年就会当完成修复的工程，再做合璧文化观光的新景点。被登录为彰化县历史建筑的合璧街长宿舍修复活化计划，目前已经进展到工程委托规划设计阶段。文化局启动合璧艺术场，也举办为例彩绘活动，也建议针对日后活化运用的部分，会当甲修复工课做伙进行。希望这在地吼，就是交予合璧这边吼，让公民来参与嘛吼，让公民大家有一个机制。啊，合理的社团，合理的这个社区，大家共同来讨论讲，啊，这个所在未来要做啥物工作？我们从今年大概9月开始动工了以后，吼，在施工的期间就可以开始来讨论了，唔免等个批核啦。啊，施工的时阵就应来形成共识，叫我的经验，这形成共识大概至少要一年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可以双轨同时进行。啊，等到修好的时候，咱合理的在社区。里长大家都有贡献啦，啊，就可以来跟县长来报告来转型安尼。针对有占用到民地争议，文化局目前先执行无争议的部分，另外会继续跟地主协商。如果到时候这边的纠纷没有办法处理的话，我们能不能往内说，或者是做怎样？啊，但是东西我老没讲哈，因为指定的时候是一并指定的。虽然这边没准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地主哈嘛未使甲拆掉。好，嘛袂使拆掉，啊，所以为着大家好，为着大家好，其实上好的状况是规地来做规划安尼。合璧街长宿舍修复外化受到地方真大重视，县长赖清美当年争取，伫地区各议员通力合作，立委王惠美嘛伫中央出真侪力，争取经费。结果整体修复计划需要4000万，文化部已经答应补助2400万，若顺利108年会当完成修复工程，交予镇公所管理，将成为合璧文化观光的新景点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合璧采访报道。